城市猎人韩国男星李敏镐今日抵港，在他步出机场之前，已经有大批 fans 带着纸牌和横额等他了。当李敏镐出现的时候，大批 fans 尖叫，李敏镐戴着墨镜微笑地和 fans 挥手打招呼，还收了 fans 送的玩具花。李敏镐很快就上了车，没停下接受访问，驾车走的时候 fans 还大叫挥手跟他说拜拜。